矿金是什么金？矿金通常被称之为和制金，是一种矿物，产于矿山金矿，大都是随地下涌出的热泉通过岩石的隙缝而沉淀而成，常与石英石夹在岩石的缝隙中。矿金大多与其他的金属伴生，其中除黄金外还有银、铂、锌等其他金属，在其他金属未提出之前称为和制金。矿金产于不同的矿山，而所含的其他金属成分不同，因此成色高低不一，一般在80%到90%之间。矿金通过人工提炼后就是常见的黄金，世界上没有任何一种金属能像黄金这样介入人类的经济生活，并对人类社会产生如此重大的影响。黄金有很奇特的化学物理特性，而且它总是光彩夺目。